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中风三十系念习讲，尊敬的这位同修，这位护法大德，大家早上吉祥，阿弥陀佛。再一次啊，在这个礼堂，借这个因缘，继续给大家来习讲中风国师三十系念的大意，就是把一些主要性的来为给大家简单的说明。在习讲当中啊，如果有讲到一些不对的地方啊，请大家多多批评。今天我们能够来学佛，特别能够来念佛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因缘。而且念佛啊，是一个好东西。能释惑，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得究竟乐，它也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，化解我们内心种种的烦恼而痛苦。你要真找到幸福美满的快乐，外面的是找不到的，只有同理你才能够找到你的幸福。从你那个心，而这个佛法它的好处处在哪里呢？都是饶着这个心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的真相。一个人的幸福都是从心想生，一个人的快乐也是从心想生的，一个人的痛苦烦恼也不例外，都是从心想生的。所以佛法确实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。
只要你能够用心去听，用心来学，没有一个不得到利益的，所以真的是一个好东西。印光大师啊，过去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印光大师这样讲啊，他说啊，现在这个世界的人啊，他说现在这个世界的人啊，名买千般假，不买一般真啊。什么意思呢？他说现在的人啊，宁肯，这个单子就是卖东西的，宁肯卖一千单的假的东西，他不愿意买一单真的东西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不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啊。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里面明确的告诉我们，宇宙事实的真相都是假的，都是无常的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，一变化的。所以你真相，你还能够被外面的境界而所欺骗吗？不会的。所以宁愿哦，去买一千件的、一千单的那种假的，他也不肯、不愿意买一件的这个真东西。那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啊，座位啊，你们确实真的买了一单真东西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，既然人的世界都是无常的，既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的，那为什么我们每一天给自己这么痛苦压力呢？这么执着呢？你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烦恼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执着放不下，太多的事情我们放不下。今天地方坐在这个礼堂，我们识惑，我们明白。所以真的哎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总共人口有多少人呢？70多亿。那我们住在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的人口有多少？多少呢？2500万。那从这个2500万，一个爱人真正遇到这个好东西呀、啊，就是这个佛法，特别是念佛法门的。你想一想，有多少人？不多。所以念佛好啊，简单、容易、方便，在一切时、一切处都能够帮助我们转迷为悟、转凡为圣。你想一想，从一层一层淘汰之后，然后我们能够遇到这个法门，能够有多少人？不几个而已。所以你们很 lucky 啊，是不是？就是说很幸运啊，真的很幸运。我们有这个机会，什么机会呢？了生死啊，这个人生很苦的。为什么会苦？
太多事情有不了做主，你能够做得了主吗？你能够吗？做得了主？你想要不老，拼命又老；你不想死，拼命都避免不了；你不想生病，天天看医生；你不想痛苦，天天痛苦；你不想烦，天天给人家，人家也给你烦。太多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。所以古人讲那一句话，人不如意是常八九，不是乱说的，随便讲的，里面的内容不是有高度的智慧，如果没有高度的智慧讲不出来。所以我们很幸运有这个机会，这个机会能够帮助我们，只要你认识了，我明白了，没有一个不得到的。现在关键在我们怎么用心而已，用心对了，你今天所学佛的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，都是幸福的。所以印光大师啊，又告诉我们一种事情啊，他说念佛之人啊，他劝导我们啊，他说碰到念佛法门，你这一生能够碰到这个法门，能够来学佛，而这个修学当中你能够认识的这一句名号的功德，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四个字，而见到这个净土法门，印光大师是怎么劝导我们的呢？不知得本力竭难佛啊。什么？就是说你不重是福德的根本，你没有行。如果不信你不中修了大三大德，就是善根的福德，你不是很深厚的过去生中所修修来的，你想在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是不可能的。而且印光大师告诉我们，要在这个是要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就是长时的积德，你这一生才能够遇到这个法门，不然的话你是不可能的。很多劫你也没有这个机会，这个机缘能够遇到了。所以昨天不是跟大家讲过，若非往昔修福慧啊，下面怎么了？以此正法不能闻啊，以诚供养诸如来啊，则能欢喜信信此事啊。所以中峰果师啊，在这个地方劝导我们，而且啊，中峰果师下面就告诉我们：既获见闻呐，当勤修习呀。既然今天的法门了，既然我们今天闻到这个法门了，既然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念佛了，来听经来闻法，我们应当。印光大师当勤修习，就是说你应当勤快，你应当勤勉来加强自己，能不能这一生当中把它成就，是真的不容易啊。所以尊敬的这同学大德，这个就是中峰果师印光大师在这个地方啊，来鼓励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今天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不好好念佛，你要等到来生还来用功来精进，很难呢。民间不是有一句俗话吗？叫做什么？
雇了这个村，下面是什么？还没有那个店是不是？哎，先生遇到了，你不好好珍惜，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取舍心的这个佛法真的不容易，确实真的不容易啊！哦，所以昨天呢、啊，有一个居士打电话，他说：“师父，阿弥陀佛，这些年后的功德太大，师父你知道我功德有多大吗？我怎么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啊？”你们能够了解吗？阿弥陀佛这些年后有多大功德？只要你用对了，你走到哪里，一句名号能够解决你的眼前的事情。那这句名号的功德有多大？你能知道吗？不要说你们，连舍利弗尊者都无法能够理解。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的。释迦牟尼佛问他：“你知道这些名号的功德有多大？”舍利弗一句话没讲。那什么方法呢？好好念佛，不要想太多，也不要讲太多。好好念佛就是，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去见他老人家，是谁？阿弥陀佛。你去问他，阿弥陀佛一定告诉你的，而且会讲得很清楚。是《弥陀经要解》才不得已讲了一句话，哪一句话呢？唯佛以佛方能救济九法界的众生，怎么能够知道这句名号的功德呢？这一句话讲出来是真的不得已讲出来的，说明什么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功德有多大。只要你这一生当中锁定了你的目标，你的方向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但是很多人啊，不认识，不识货。那要如何让大家能够来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？首先把自己做好，不求别人，求己，做一个好样子，让他种下这个种子，因缘成熟了，自自然然他就会念阿弥陀佛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去看他的因缘，这个因缘有没有成熟？这个成熟是什么呢？这个成熟的意思啊，依我来理解，就是说你那个心有没有阿弥陀佛，你那个心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？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一切万法一切万缘就是我们许愿而不攀缘，心里只有阿弥陀佛。人家怎么批评我们？阿弥陀佛。人家怎么来破坏我们？阿弥陀佛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大风狂浪，我们也无如不动，都是追求阿弥陀佛。但是现在的人太难了，九牛二虎啊，有时候拉不动啊，叫他念佛啊，明天吧，明天劝他念佛，后天吧，后天劝他念佛，下个星期，下个星期劝他念佛啊，下个月，那谁再念佛？明年吧。等到已经到了入那个棺材的时候，他在拼命请法师，师父啊，我帮忙助念，我来不及了。你们容易往生吗？不容易，活在当下，不要等到明天，再多一个小时，后天不要，无常随时会到的。所以阎罗王啊，常常提醒我们，有没有？常常提醒我们。像师父最近看书啊，阎罗王在提醒我们。
赶紧呢、啊，不要再等啊、哦，这个机会来。但是现在环境太诱惑太大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呢、啊，最大的诱惑现在的外面呢、啊，你要去克服一下。眼睛所看到的几乎都在诱惑我们，耳朵所听得到的声音天天都在诱惑我们。你想不想，如果你不小心有一天被这个外面的境界而所转，用来好好用功这一生能活念佛，那将来会变成我们很大的障碍。所以天天要听经，天天要读经，天天要念佛，天天要拜佛，起码提醒我这一生我的志向、我的目标、我的方向，天天提醒自己。好、哦，这个道理呀、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外面的诱惑太多了。好好念佛啊！啊，看到好的东西就拼命的买啊，对不对？看到不好的就讨厌。哎呀，每天啊要看这些东西啊，看到最后啊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得走。到最后你还是要离开啊、哦！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所以这些以后的功德有多大，我们没办法去体会得到。为什么？只能老实听话正道。将来你得生净土了，你就能够明明白白的这一句名号的功德有多大，将来你就清清楚楚了。只有阿弥陀佛才能够告诉我们啊！所以啊，你想答案，赶紧到那边去。啊，不要去讲太多，讲太多没用，到最后还是妄想，到时候还是分别，到最后还是执着。所以啊，好好念佛就是什么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中峰古寺下面的开示。好，请合掌。当知生智缘生，而法性不以缘俱生。灭自缘灭，而法性不以缘俱灭。所以云，法性湛然者，是谓生而无生者也。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。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我相信都很喜欢做三十七年，是吧？啊，你们有参加做三十七年的啊，请举手。啊，几乎都全部了啊。但是很多人啊，对这个中峰国师内容的开示啊，很多都不懂，包括我自己。因为他所学出来的这些开示呢，都是从他的自信流露出来的。那这个自信啊，我们跟诸佛菩萨的自信啊，其实是一不是二。那为什么我们看不懂呢？看不明白呢？因为佛已经站在觉的这一边了。他所讲的这些理论啊，他所讲的这些道理啊，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能够容易理解的，除非你见性了。那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很难懂呢？因为我们都站在哪里？站在您的这一边，所以我们很难融入了。就好像我做一个比喻了啊，一位夫人，她每一天都是管家务的，去超市买菜。这位夫人她很清楚啊，你跟她说哪个地方哪个地方菜是便宜的、打折的，哦，哪一个地方很好的，她很清楚。但是如果你问她，哎，这个房子怎么设计的，她听不懂。因为他在那边每一天都是这样的生活，
在这个人上为那个中心来为这个过生活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一边，为什么我们无法去融入释迦牟尼佛祖师大德的开示？因为我们没办法加入到他们那边，我们每天都在这边迷惑了。但是虽然这个道理很深，中峰国师告诉我们，那个不是关键。关键在哪里呢？关键你有没有真心，真心来听，真心来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啊，再次告诉我们啊，一句很重要：学佛的人第一件事情要先从哪里开始？从真诚心开始的。所以啊，不诚则不通啊，不通则不信啊。所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祖师大德，他们为什么能够见性？从哪里开始？真诚心来了。所以啊，尊敬的最同修大德，你那个真诚心，不是我今天在那边啊礼佛，在那边烧蜡烛、烧香、供水果，这个真诚心要先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在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处事待人接物，慢慢的培养出来的，慢慢的去锻炼出来的。所以昨天我跟大家用了一个比喻，就好像金子，这个金子在这个世上啊，你要找到一个纯金找不到的，在这个世上找不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金是从金矿慢慢锻炼出来的，到最后才造成我们所看到的你要哪样的款式。金是这样的，在这个世上没有，你在这个世上想要找一个栋梁，想要找一个材料，像金子那样的一生出来就是高人，没有啊，是慢慢培养出来的。真诚心在这个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，你能够尽多少份，在这个真诚当中你就尽得到多少份。所以能不能空是看我们的心能不能有真诚，所谓自诚感通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虽然很深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学习。好，我们慢慢来学。哦，如果大家认为哎呀师父讲的太深了啊，我就尽量。哎呀，听不明白怎么办？心里念阿弥陀佛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比什么更好？不要胡思乱想啊，用心很重要。哦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中峰国师刚才的那一段开始。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主要的是为我们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什么？生与无生啊，就是讲这两个字，生灭这两个字。而生与无生，生灭的这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生与无生吗？这两个是什么样的关系？如果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为我们说明啊，就是中峰国师为我们说明整个宇宙人生的事实的真相，跟我们现代的生活所看到的这个生灭的现象啊，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是不是很深？哦，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，我们这个生活跟我们中峰国师所讲的生命这两种有什么关系？生命这个现象啊，跟不生不灭的本体又是怎么一回事？
这个种种果实讲得很清楚啊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在这一段的开示当中，种种果实多在反复的为我们说明这个两个问题：生命这两个关系。如果你真的悟入，你能够明白中风果师在这个地方啊，为我们开示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在这个人生当中没有障碍的。无论什么样的障碍，这个障碍都是变成你的智慧，这些障碍都是变成你的功德，这些障碍就是变成你的力量，这些障碍就是变成你的 power。 什么样的力量呢？我们来看当知这两个字。中文果实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要知道，要清楚，要明白。啊，昨天告诉我们，一方面中文果实告诉我们，你要知道哦，你就是阿弥陀佛哦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哦，啊，你将来能够成佛的。这个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你应当要知道，你要相信，你能够成就。在这个外面的所有的你种种的遇到那些不如意的，你都能够克服。你应当要知道，首先我们应当要知道什么？你要先认识到啊，中风果实告诉我们，生智缘生这个事实的真相。在我们的眼前所看到的这个宇宙万法，这个宇宙万法就是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，包括你们的周围的人，宇宙万法当中这个生命的假象，它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呀，它真的不是真的啊。你说哪一件事情是真的？没有啊。像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身体也不是真的，它每一分都在变化。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悟出这个道理呢？没有啊。很多人为了这个身体天天造业，很多人为了这个身体将来堕在三恶道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如果他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他还会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吗？那个是我的，这个东西是我的吗？这个钱是我的吗？这个地位是我的？他不会了解这个东西的。那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，它不是真的。中风果师就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桩事情。哎，你应当要知道，在一切万法当中，你所看到的，你所听到的，它不是真的。那么请问师父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它不是真的呢？我们怎么能够了解？中风果师讲得好啊，有生有灭的现象，这个都是不是真的。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，生灭这两个字啊，都是我们常讲的是什么？圆聚了，你圆聚了整个宇宙这个万法的现象，那就生了。那圆聚了吗？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世间，你圆到了，你到这个世间来，那中风果师就告诉我们，圆散了整个宇宙的万法，它就灭了。所以中风果师才告诉我们，都是自缘生，又同缘而灭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在佛门里面常常会听得到，也常常看得到有一种说法，是哪一种说法呢？中风果师告诉我们，缘起性空，了不可得。哪一件事情是你的？不是你的。
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不生不灭的法性之体不会随着这个性相而产生生灭这个道理。很多人看到中峰大师的开示到这个地方就看不懂了，因为他都在讲这个见性这个道理啊。中峰国师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自信本来清净的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？我们的自信本来是纯净纯善的，为什么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念头常常不离？不离什么呢？常常都是培养那种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行为、不善的造作。明明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明明中峰国师、明明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不相，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什么样的原因变成我们这个样子呢？告诉我们呢、啊？但是在这个地方不容易明白。那我们用一个比喻啊，让大家容易了解。比如说我们看电视、看电影、看 YouTube， 对不对？那电视里面的画面大家都知道了，它是有生有灭的。但是电视的屏幕它是没有生灭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永远就是这个样的。你看那个电视十年前你放在你家里有没有变？有没有变呢？变大还是变小？没有啊，它都是一样的吗？对不对？天天看的都是这样，二十年也是如此，三十年也是如此，等到我们百年后了，往生了，那孩子也是这样如此，永远是这个样的。这说明我们的自信就是这样的了，永远都是存在。就算我们今天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算我们今天堕了三恶道，堕在地狱恶鬼畜生道，你那个自信永远不会变的，它就是这样的。它为什么变成这个？释迦牟尼佛讲，你的习气，你的习气带来现在的这个六道轮回，无法能够生生世世超越这个六道轮回。所以像电视里面的所有演的节目虽然不一样，但是那个屏幕呢永远都不受影响。这个好比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法性之体呀、啊，都是湛然常住的，不生不灭，所谓的生而无生之业。你想一想啊、哦，所以从这个事实上呢，我们可以了解中峰国师告诉我们，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，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呢？你还不觉悟？中峰国师不是告诉你吗？生而无生则也呀、啊，你本来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你本来就是啊，你为什么现在就这个样呢？赶紧赶紧觉悟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中峰国师的开示当中多少能够是体会到一点哦，体会到一点哦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不要太多，你就能够看到眼前的你所接触的六根接触六尘啊，整个宇宙万法。如果今天用《金刚经》来为我们说明，是什么呢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。下面是什么？幻泡影啊！你看，中峰国师一直重复告诉你哦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都是假的啦。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一段，把它简单读过了，
也不知道中文果实在讲什么。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这样的去观察，你就慢慢的起入到中风果实所讲的生而无生者也。当然这个境界我们不容易明白，不容易明白。但是啊，如果今天你常常用这种的心去学、去观察、去体会这个道理啊，中风果实的开始啊，它会教会我们什么？教会我们啊，醒过来的。怎么醒过来呢？对于眼前的很多的遭遇，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太多了，哪一个人这一生不掉眼泪的、不哭的，请举手，请举手，有没有？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掉眼泪的，请举手。哦，当你明白这一句的开始，这段的开始，当我们对于眼前所看到很多的遭遇，或者人家来诽谤啊、伤害啊、种种啊，对你不利的、种种的所发生的事情，对万法、一切的万言，你所看得到的，无论好也好，无论坏也好，无论逆境也好，无论顺境也罢，你所看到你的眼睛，所有你所遭遇的，你对这些事情你就会看淡了一些了，你不会过于执着了，你会很看淡，我不会去计较，我也不会起烦恼，都是假的。今天他来侮辱我，今天来伤害我，就是因为我过去生中可能得罪了他，可能我不小心来伤害他，他今天来伤害我，我要欢欢喜喜的还给他，就好像做夫妻一样，对不对？以前我妈妈常讲，男啊不能娶错老婆，而女的也不能嫁错老公，一嫁错了啊，一辈子就毁了。我妈妈常常跟我劝导这一个，到最后呢，哎，选择出家。所以我这一生呢、啊，这365行啊，选择是最好的，真的。哎，师父啊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呀、啊？哎，给我们讲一讲。如果早知道，我就不结婚生孩子了，少来这一套。以前呢、啊，还没入坑的时候啊，还跳这个跳了这个坑里面呢、啊，很想跳。一跳下去了，一想要跳出来啊，那就很难的了。所以师父有时候啊，在道场的时候啊，常常啊有人来诉苦啊，诉苦啊，师父我的人生很苦啊，我的孩子不听话，哎呀，我的老公又如何如何。啊，来了一个男的来跟我讲，哎呀，我的岳母为什么这么霸道，哎呀，嫁娶了一个老婆又不理解，哎呀，讲了很多诉苦，让我明白一个件事情，还好我选的对。啊，所以年轻人啊，你要选择这一条路啊，要考虑考虑好一点，不然的话啊，什么嘛，哭啊也没有眼泪，哭不出来，所以出家好哎，真的。要不要？啊，师父没办法，太晚了，太迟了。但是我看到台湾哦，最近出家的都是60岁以上哎，你们有机会啊？60岁以上的出家哎，有70岁的，所以有时候跟师父走在一起哦，我都已经20几年了，那刚刚出家3个月，很多人哦。不找我是找他、啊、找他、啊、不找我、欸、而且
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你供我那红包啊，他比我大。也不好意思了哈，哎，真的，很苦啊，啊，这个是事实啊，这个人生真的太多的事情啊，如果去想一件一件呢，真的会发疯了。还好我们能认识佛法，因为认识了佛法，让我们才能够平衡，心平衡了，业障才能够消。业障消了，很多事情就顺了。那要如何消业障？你要不断的反省检讨，只有检讨反省才能够帮助我们。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啊，中峰果是讲的非常好啊，主要性都是要提醒我们啊，对这个宇宙万法，所有的一切万物啊，你要看淡一点。比如眼前我们所遭遇的，比如说好的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好的嘛，对不对？有人来赞叹啊，有人来供养啊，有人来支持，种种的，或者生意顺利啊，或者孩子听话啊，这些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中峰果师所讲的缘聚而生啊。这些好的有一天它会变的，它是无常的。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吃饭，明天我们就见不到他了，有啊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吃饭，突然间明天他中风了，缘聚而生啊。最近我的一个我的大师兄的徒弟才42岁而已，才42岁。明明前两天大家还在那边讲经，还在那边吃饭，过了两天之后中风了，中风之后死了，今天活过，42岁。所以遇到这些好的遭遇好的，你也不要太过得意啊，就是说不要起了贪念，因为它是无常的。当你如果忽然间有一天你这个好事没有了，有遭遇这些不善的，遭遇这些不好的，或者遭遇你那个不喜欢的，你讨厌的，让你很不高兴的这些种种的事情呢，中峰国师啊又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你也不要过于悲哀，你也不要过于悲痛。真的，好的一句阿弥陀佛，坏的一句阿弥陀佛，尽心尽力都是圆满的，没必要计较，没必要过度，也不要过于得意。为什么？有聚有散。原来师父这一次回印度尼西亚，看到以前我们认识的回去啊，哎，已经没有了，真的已经没有了。我们来到这个世上还有几年呢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这个世上人的寿命的平均75岁，超过75岁是你的福报，但是对澳大利亚来讲比较特别。为什么呢？可以属于老人的哦，是90岁以上的，90岁以下都是年轻人呢。但是我们还能够几年能够拼的呢？你们都是年轻，90岁以上的啊，请举手，有几个？没有啊，都是年轻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年轻啊，还有本钱呢、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中峰果师告诉我们，纵然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不善的、不顺利的、不好的，突
突然间这个事情，好的事情竟然间突然间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了。庄公国师告诉我们，也不过于悲痛，也不过于悲哀。什么缘故呢？庄公国师告诉我们，缘聚而生，缘散而灭啊，它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所以在这个里面，我们能够真的看得透，能够放得下。换句话说啊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中风果师主要性的告诉我们什么？不要过于执着，因为执着是六道轮回的根本，因为执着是一切烦恼的根本，因为执着是一切痛苦的原因。就是让我们去放下，你能够看不破，你能够放得下，因为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这个事实的真相它都是无常的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。很多啊，尊敬的追同修大的，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你还不愿意醒过来，你里面在这个六道轮回去迷惑，去颠倒，去执着，那否则的话，我们就会迷在其中，就会妄生很多的烦恼。这个就是中风果实告诉我们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看到中风果实这样的开始，无生而生者，众生迷妄不清，积业成果，虚受轮转，妄见生灭，于法性体上如见现象，是诸随摄。你看中风果师在这一句当中啊，讲得非常的好啊。如果我们每一天不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，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那我们今天无论你是学佛念佛也好，你一天要念多少声的佛号，你不知不觉你就入了，入什么呢？妄心之戒啊，你的妄心，你妄心起来了，没有一个众生不颠倒，众生颠倒了，那个众生就开始造业了。所以中风果师在这个地方啊，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你要小心。到最后呢，积业成果，你要受果报哎，真的哎。我最近啊，去到殡仪馆，有一位居士，他的爸爸往生，他有一个人让他能够看得到的，他看得到的，看到他爸爸呢，一直在那边，放不下，然后啊，他跟他沟通之后呢，他到现在还不能接受，我为什么？好好的身体，我为什么今天能够走了呢？那在这个地方现象当中，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，还是不觉悟了，他将来呢？他将来是什么呀？说佛报哎，能得人生吗？很难。所以中文果就告诉我们什么？虚受轮转，妄见生命。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，是诸随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呢？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。因为我已经不能讲太久啊，你们呐、这个时候刚刚好。有人呐、说师傅能不能讲长一点啊？既然有人请法了，那我们下个星期啊，大家把这些中风果实内容的开示啊，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无论中风果实的开示，无论诸佛菩萨的劝导，
无论阿弥陀佛的对我们的关怀，对我们的期望，最终还是要看自己。哦，要看自己，怎么呢？看自己是怎么样去争取，那个才是关键。你能够去争取，总有一天你会得到你所想得到的。这个得到的意思就是说，离苦得乐，幸福美满的人生。所以这一生当中啊，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，师父在这几年呢，在学习净宗协会跟大家一起共修，一起念佛啊，打佛七啊，有八关斋戒，然后又做30系念，我看好像也超过10年了吧，哈啊，真的呀，啊，有10年，超过有10年了。这个机缘呢，是一个很好的，不是每一个人哦有这个机会能够闻经学习，或者来念佛，或者来诵经，不是每一个人。所以啊，我很感谢你们呐，啊，给我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学习。但是啊，只要我们还在这个环境，只要我们还在这个世间，有聚必有散，有聚必有散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在这个机会当中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不要再错过这个机会了。无论在哪里，无论在哪一个地方，无论在一切时一切处，你要记得，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。所以我们的志向、我们的方向、我们的目标，一定要好好搞清楚，说定了，你将来锁定了，你就不用害怕。为什么？前面的路都是一片的光明，因为我们明白这个人生事实的真相，没必要去计较，也没必要去争取，一切随缘啊，能够随缘是最好的，尽心尽力都是圆满的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师父只劝导大家一句话，要以你的真诚心来对待一切人，以你们的真诚心来对待一切事，以您的真诚心来对待一切物，因为一切善法都是从真诚心而生的。哦，这个在这个地方啊，师父借这个因缘来鼓励大家。哦，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眼睛所看到的，耳朵而所听到的声音，种种的，只要你能够以佛法在这个生活里面，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够来障碍我们的。只要你那个佛法都在这个心目中，都有什么样的好办法，都是在我们的眼前。佛法确实真的太妙了，太好了。不但能够帮助我们开智慧，他一生当中就是好像啊一条的光明的灯路，天天照亮我们，让我们不会走错路，不会走歪路，才不会走冤枉的路。将来你能够得到更圆满的，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比什么更重要啊！因为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人生无常，佛法难闻，国土脆弱，你要天天觉悟。你能够觉悟了，一切的烦恼，一切的所有种种的遭遇，你会整个遭遇当中会变成你自己的福德了。那这个念佛就有功夫哦，该放下的放下，该看破看破，好好念佛就是了。有时间念佛，没有时间，该休息的休息，该吃饭的吃饭，该上班的上班，话少讲，事多做，没事啊
啊，今天呢，师父啊，简单跟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。我们下个星期六啊，听说啊有大佛二号啊，还有八关斋戒啊，我们呢 啊下个星期再试，来给大家细讲这个三十七念啊。下个星期可能会给大家讲长一点啊，让这个三十七念呢、啊、能够赶紧圆满，因为是讲的是大义。接下来呀、啊，就是要给大家讲这个十三昧道经啊，这个十三昧道经是我们念佛的人啊最基本的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十三业道经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心的，没有十三业道经的基础，菩萨成不了佛，没有十三业的基础，往生是没办法的。所以啊，把这个三十七念趁这个机会啊赶紧把它讲完啊，接下来就是给大家讲十三业道经。祝大家六十吉祥，祝大家老实听话真感念佛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